配合啊，我叫昌奇啊，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的素食餐厅，叫做 Kickback Cafe。我目前我认识的日本国内的素食餐厅中最推荐的一家店。上次我跟 Tani-san 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的部落客见面的时候，他也跟我讲这家店的味道真的不错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家店到底会怎样。好，首先来看看这个店到底在哪里。这家店在东京，然后这个车站是仙川车站，从新宿车站的话叫大概20分钟左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的气氛怎样，是不是很好看。我去的时候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女生，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店里面，他们有这个 live house 的设备，所以如果你走运的话，你去的时候会看有人做这个。这个餐厅的菜单里面我觉得种类很多啊，不仅是那个面，还有这个米饭之类，还有点心之类，我感觉种类非常非常多。然后这个菜单里面有具体的说明，关于全素吗，还是蛋奶素啊奶素什么的。如果你不会日语，也不用担心来这家店了。然后这家店最推荐的菜单是什么呢？就是马梅拉。马梅拉就是豆浆拉面的简称。先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闻起来也不错，这个汤里面的那个芝麻油，还有这个豆浆，这个结合一起，真的感觉真的不错，那闻起来真的不错。这个面口感嘛，真的好吃。这个拉面呢，一般含五星，但是呢，点菜的时候跟店员说，哎，请不要放五星，他们就可以给你提供没有五星的料理。我给你一个好消息，他们呢，从1月18号开始提供不含五星的拉面。我下个月再要去啊，看看他们的店。当天呢，我也有点了别的菜，越南的面。我们叫这个 Fall， 哇塞，真好吃！我以前，这是我以前中学的时候，住在泰国，所以我大概知道东南亚的味道会怎样。然后我吃到这个，会觉得真正那个地道的味道。还有就是他们的土豆啊点心，但是呢，我因为吃了很多，所以我吃不下去了。吃完以后就发现马梅拉有两个大小可以选，大的还有这个小的。小的话这个 S size， 这个我觉得对女生来说这个小的比较好。他们提供欧米亚给那个特产之类的。当天我买了饼干，这个是全素的，这个味道真的不错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总之说，我觉得这家店最大的强点就是这个味道，老板真亲切，不仅这个老板嘛，这个店员啊什么老板都非常亲切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哦，如果你有机会来东京的话，请不要忘记去这家店，真的不错。我的名，ちゃま行かないのはもったいない。